你要出小朋友的话，你们要穿一件衣服。他有穿这，然后这个裤子需要穿吗？裤子如果怕穿保温裤，可以有毛裤的话。他没有看到的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的。他这个裤里面有字，我先给他穿这吧，给他穿这吧。Okay, 小清新一些，它是有猫啊，不是猫啊，可爱。可是它感觉它好像好长，长度都是可以调的啊。嗯，来，我们这边来。拍美美啊！哎呀，笑，好美呀！你说的。今天没有下雨哦，对，今天昨天下雨啊，我们天天气不好，淋了几小时雨，对吧？昨天在哪儿呀？在那个奥萨卡卡斯那边啊。哪一个好呢？这里。好。这里拿的那个西瓜红一个，哎，这边。那就蓝色吧。蓝色 ，OK。
照镜子看一下自己，来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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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后面有日本的，你看后面有日本小美的，妈妈也有了，没事，妈妈，那姐姐帮忙一把，你看，知道吗？好漂亮，那个裤子竖一竖进来，你来贴，来贴，是松紧吗？呢？就把裤子扁一下就可以，给他帮忙，小朋友要做个发型是吧？对的。那你要做的时候，你这是三个五三个阿姨是不同的，就不会卷。照镜子看看，姐姐，看你，看迷了。这边看下来了，漂亮吧？美美啊。我们去逛逛 ，OK？ 去看 reindeer OK？ 啊，可以了吗？错。No no no！ 要不你今天就到城外去了，就要。